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。今天我们会谈到情商最低的行为——甩锅。生活中，有的人总爱把错误推给他人，试图抹黑对方，合理化自己的行为。这样的行为令很多人烦恼无比。然而，真正高情商的人从来不会轻易让别人担责。古语有云：“事不避难，亦不逃责。”每个人都会犯错。若只会躲在背后逃避责任，往往只会原地踏步，身边人也会渐渐远离。唯有少一些借口，多一份担当，才能让身边人更加信赖。高情商的人都懂得向内审视自己，不依赖外因。口中都是你的错，就是关系破裂的开始。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帖子，网友逛超市的时候，遇到一位妈妈和婆婆带着小孩一起购物。这时，婆婆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奶瓶喂孩子，可意外的是不小心手滑打碎了奶瓶。这时，婆婆气势汹汹地冲着儿媳说：“我说不带奶瓶，你非得带，现在好了，洒了一地，你自己收拾吧。”说完，婆婆就气势汹汹地推着孩子走了，留下满腹委屈的儿媳原地待在那里。明明不是儿媳的错，却把错误推到她身上。还有一次，夫妻二人带着小孩散步，走着走着，孩子不小心绊倒摔了。没想到爸爸突然对着妈妈说：“你是怎么带小孩的？看着孩子还能让他摔了，要你有什么用？”明明夫妻双方都在场，孩子也小，走路不稳当，难免磕磕碰碰，可是父亲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妈妈一个人头上。大部分人都会下意识地害怕承担责任，可人若不承担责任，身边人也会因此深受其害，离你而去。同事和她老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，从大一开始到大四，从一见如故到双向奔赴，四年里感情一直很好。毕业之后，男生因为放不下老家的母亲，选择回家发展。为了两人的感情，同事放弃了城市的锦衣玉食，义无反顾地跟了他回了乡下，结了婚。可是同事对乡下的生活并不适应，加上老公的工作发展也不顺利，家里这几年条件都一般般等。这一切都让同事觉得之前跟着男友回乡就是一个错误。于是两个人的争吵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每一次同事都会抱怨说：“当初为了你放弃了城市生活，来到这我的命真苦。”抱怨争吵多了，两个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，以离婚收尾。一段关系中，任何选择都是双方自愿付出，一味的抱怨解决不了问题。如果同事愿意承担起家庭的担子，为两个人美好的未来付出，而不是只有抱怨。在《杀人偏差值七十》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人要自己选择，由此产生的责任也全部自己承担，这才叫活着。人活着就要承担责任，而甩锅是我见过情商最低的行为。若真心想成长，就把想要逃避责任的弱性彻底收好。甩锅从来不解决问题。”在电视剧《欢乐颂三》中，永远不知错的何敏红恨得观众咬牙切齿。何敏红她认为自己出于好心，在明知对方刚受到伤害，情绪极其不稳定的情况下，和刚被骗婚的于飞雪出去喝酒，并且不加以阻止，导致对方喝得烂醉。之后没有能力处理喝得烂醉的于飞雪，又把她带回了出租屋，可是她自己又不愿意将房卡分给于飞雪，只想着将于飞雪推给另一个姑娘叶真真。但叶真真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不愿意，一是自己和于飞雪不熟，二是如果对方身体出现问题自己承担不起，三是万一对方酒品差打坏了叶真真的贵重物品怎么办。可是脑发热的何敏红只有简单的共情，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将所有的烦恼都推给舍友，让所有的舍友替他担责。之后又将于飞雪推给了一个和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哥。送完人之后，叶真真想要提点何敏红犯的错误，可是面对好心，何敏红最终只感叹道：“于飞雪的堂哥不靠谱，后悔没有给于飞雪订个酒店。”何敏红永远看不到自己身上的问题，没情商，没能力，永远不会检讨自己，于是只会往后躲，把自己该担的责完全推给别人。
杨天真在《把自己当回事》中提到，自己在睡前会复盘看自己对今天的每一个决策是否满意，做这个决策是情绪使然还是经过理性判断。只有跳出自我合理化，站在上帝的视角，才能活出精彩。在鲁迅的小说《阿 Q 正传》中，阿 Q 就是一个将精神胜利法运用到极致的可悲人。阿 Q 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平民，只能在别人家里做短工，连名字都没有人记得。他唯一的能力就是熟练运用精神胜利法。阿 Q 头上有一个疮疤，听到别人谈论，他就会发怒。可是每次打架，如果打输了，他就会想，我总算被儿子打了，心里充满优越感。如果这种优越感被打破，他又会立马找补，我是个能自轻自贱的大人物了。在一次次找补中，他一边被人打压欺负，又一边打压欺负比他更弱的人。但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只是让弱者更弱，强者更强，抵不过现实中他人拥有的一切。尼采说过，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对一个人精神强度的考验。只有接受了现实的真相，不逃避，才能有所长。成年人的世界里最忌讳的是让别人给自己的烂摊子擦屁股。低情商的人只想着自己一时痛快，而不顾自己的能力。高情商的人会在理性思考之后给出自己的最优解，既解决问题又不让他人担责。鱼目混珠心态就是在毁掉自己。克里斯托弗·肯吉莫说过，你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。强大不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，而是接纳了自己。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，直面自己的能力，逃避只能伤了自己。既然如此，不妨收起自己总是鱼目混珠的心态，学着承担责任。那该怎么做呢？一，想想这件事教会我们什么。生而为人都会有诸多不易，失业、失恋、婚姻危机等等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人替我们承担，那该有多好。但只有未来的自己知道，事不自己扛，原地踏步就有多久。尼采说过，当你凝望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望你。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接受不符合我们期待的事情，想想它教会我们什么，而不是躲避。每次意外都是成功的垫脚石，当你能想清楚，就不会轻易被击垮，就有更多的勇气去改变。二，依靠自己的能力。小时候摔倒了，有爸妈会将我们扶起来安慰哭泣的我们，长大后才明白，不是所有人有义务去安慰你，我们终究是一个人过完一生，可以依靠但别依赖。卡耐基在《人性的弱点》中写道，学会控制自己的一切，只有活在一个完美独立的今天，才能在导航中确保安全。如何过完这一生，终究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而选择也是我们自己该承担的责任，而不是别人。学会不逃避今天，才能有美好的明天。很喜欢席慕容在《独木》中的一句话，我也知道在这之前我必须要学会独立，在心灵最深处学习着不向任何人寻求依附。人生很长，我们总期待自己有一个更美好更耀眼的明天，有时候觉得不是自己故意的下意识的逃避，看似无所谓，其实已经在心里悄悄埋根。甩锅给他人，躲避责任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错，是我见过情商最低的行为，只会暴露你的胆怯。只有适度的改变自己，才会展现你的胆识，最后成就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，你都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留言。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。